压抑造成排斥自身存在的负面想法，或产生精神上的幻觉，来生会实现吗？其实大家知道，一辈子里面你一定会压抑自己的，而且你一定会排斥，也会有讨厌自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说这一辈子我都非常的爱我自己，我从来不压抑我的情绪的，请举手。较少年的可能，我若无介意，我就该吼出来。到某一个年龄，你会去看到都是有冲突的，然后你想要维持一个比较圆融的状态，有时候是看到自己不对，有时候是看到对方不对，可是不愿意造成很大的冲突，所以你会略略的收敛。那我们所谓的收敛是正常的修为，如果说我用压抑久了之后就变成冷漠了，有的家庭就是这样子，这是强弱对比，这不一定是夫也不一定是妻啦，有一方非常的强，然后久了之后对方如果要开口表达某一种意见，马上了说那没你的事情你不用说啦，你说什么我也没在给你听，就是唯我独尊。那这种久了之后，这另外的 一方他就是冷冷的，就觉得凡事只要你做主张就好了，于是他就会压抑自己，什么也不能怒也不能言啊，强势嘛，对方很强势，这个时候可能就对外发展，去找到能够尊重他的人。那另外呢，又可能就觉得自己活着是没有意义的，如果你又死心塌地的去爱上对方这个人，那就没有办法说了，老公欠的没关系，这种就是一般世俗都是这样子。但如果说我们一直压抑自己，一直压抑自己，其实都知道不健康啦，大家都知道不健康嘛，最后你都会怎么样？你都会很不准。那有些时候会在梦境里面，它有一种反向的发泄。有时候你在白天跟某一个人争吵，很讨厌他，很讨厌他，你梦里有这个杀千刀哎，然后有些时候会有产生那种幻觉，那种妄想症，就是半夜就觉得某一个人会对你怎么样。说有一对妯娌啊，这有一对妯娌年轻的时候啊，就暗自较量。妯娌就是这个当婿啊，哈，哥哥跟弟弟的太太啊，他就暗自较量，要暗自较量啊。这个嫂子呢，比较强悍，人嘛较大张，做事嘛敢做较有了对吧？爱做惨，做山做海啊。然后这个小的哈，他就很小心翼翼的啊，就怕去得罪这个党宅啊，就是得罪这个大嫂，然后心结就一结五六十年。那五六十年的时候，这个小的先死，先往生，可是这个大的哈，一怎样哦，一怎样讲哈，一怀怀把啦，他知道说这个小的对他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，但是他都常常说啊，你刚这刚是你的事情，不用你插，一直说我大事我做主君就好啊。然后他就一直压着压着压着，然后那个小的这样没公婆婆他他小心维护就对，可是他的心里啊很痛苦。然后等到这个小的啊，他就往生了。这个大嫂啊，大暗都看到鬼，伊就讲伊这个金，迄叫啥金嘛？不是小金哈哦。伊就讲伊这小金吼，大暗拢徛遐吼，啊个银哦，啊伊也无讲伊要甲电死啊。伊就讲伊往生了吼，伊是足惊足惊，唔敢去灵堂。伊足惊啦，
害怕到哦，啊，因囝陪啦，谁陪啊？若要走，就较紧走，啊，搁爱内底穿红衫。安尼听有无？看我惊就好，欺负人舔舔，叫人死惊，鬼来甲吵，甲偷笑。所以他就产生精神上的幻觉，然后他身体不好的时候，因为他那个小的先走，第二年他身体就不是很好。八十几岁啊，身体不好是正常的嘛。他说你看他吼，就是吼，这句要来给我凌迟啊，凌迟啦，他就是要来给我凌迟啦。啊，他竟然说妈妈，你是在惊啥？伊哪有可能无代无志来甲你凌迟啦？伊讲啊，你唔知啦。啊，当然你著过去凌迟人，你著家己心内有数啊，自己心里有数啊。可是这产生的精神上的幻觉，一病安怎医拢医袂好，逐天去受惊啦，逐天嘛阁惊着，惊袂煞。这里面是怎么样？这个是你压抑别人。最后产生你自己的恐惧，那另外的是自己一直压抑，一直压抑，然后在精神层次里面就说：“我死死也较快活，我死死也较快活。”然后有一点压抑的时候，身体又不是很舒服的时候，哦，我在做人伤艰苦啊，我要紧来死死较快活，是不是有这种情形？或者是说啊，我死哦，做鬼嘛唔放你耍。现在问另外一个角度哦，这个会不会实现？你讲会不会入了第八意识？入了第八意识，我们不能说绝对不会，看你强度到哪个地方，就是你照做嘛。你照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你有些时候会自己产生负面的幻觉哦。有些时候是你压抑的这个人产生一个愤怒的。这个就是冤孽，你要去报复的这个那种诶那种行为，那个一生生嘛，死亡之后啊，中阴身，那后面我们会讲到。所以这个过程里面，来生会实现吗？看强度哦，不是不会哦。那修行哦，绝对不要造成这种。嘿，你就是前面的故事演未了，后边还演一个。剧烈的下一出的剧情都先排好了，所以修行人真的不要自我障碍。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你修行是不会成就的。我们要懂得去释放，我们要懂得去释放负面的东西，那让自己得自由。里面涉及到因果没有错啦，你说你会当妯娌也有因果嘛，对不对？但不一定是恶到那个程度啊。那因果是过去，那因缘是过去因结的嘛。然后有这个缘，所以我们同住在一个家族里面嘛。但它的果是有个时间点的受就好。可是一定会转啊。你如果加上佛法有清净的正念的时候，它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啊。它答案不一样。过去你说不出来所以然。可是现在不应该是这样子，结构更糟糕，比过去更糟糕的未来啊，做鬼都要来凌迟啊，这很恐怖呢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如果自己是压抑的人怎么办？佛陀就有讲要弃五盖。如果你自己是压抑的哦，他有讲，如果你是欺负别人的，你是欺负别人的，那你就要修咯，你就是要用十善法去补足嘛，这很明确哦，对不对？但是千万不要留着它不处理，不要不处理。如果你不处理，你想说啊，反正呢，哈不啦，卖干人给搞。可是你心中是压抑的哦，你的不满是压抑的。你到最后的时候，很简单，你在往生神识还没出体之前，只要是眷属过来的时候，你那个嗔怒马上起来了。你要往生净土是困难的，你要往生善道是困难的，因为最后一刻它很重要，它是那个是最现前的最现况嘛，嗔恚入地狱嘛，愚痴成畜生，贪欲成恶鬼嘛，所以那一刻是很重要的。
我们精神上有这种排斥自身存在的人，你会入断灭。入断灭，你哪里能逃呢？你说哪里能逃？你内心啊，就会自己把自己绑死啊，个性上是有问题的。你以为你的压抑，你在压抑你自己，其实你内心也在排斥别人。那有一些，你如果压抑能消化，它也能够产生一股力量去完成嘛。那那个过程，因为自己展现或能力不足，你会加强自己去完成嘛。那你加强自己去完成，你还能够造成某种成就嘛。那有的东西来讲，你不做正面的对抗，可是你的内心是排斥的。有的排斥，它就一直很断灭的想法。很断灭的想法的状态之下，当他有一些东西可以掌握的时候，他就很怕失去，他又害怕失去，有一种忧虑的存在。那么哦，同学注意看看你自己的种性。有的人哦，他很断灭，他觉得自己哦，做不老用的，走到哪里人家都嫌弃他，啊，自己也没有办法成就什么东西。讲是这么讲哦。可是他有些东西你绝对没在忘掉，他有些东西就是他生命唯一赖以存活的，他所拥有的那个拥有不一定是那个拥有不一定是物，也可能是某一个他精神层次认为他跟你很好，就是忧郁的状态。忧郁症的人他有一个精神维系的目标人物，这个目标的人物如果不跟他契合，违逆他，那么他会受不了，也俩功，他会觉得他全所有的东西都被剥夺掉。所以越是有负面啊，精神不正常，就情绪上面不正常的人，会越锁定某一个对象。所以他如果这个情感放在你身上，你就去有摸机量的，他很黏，然后你的任何一举一动就牵动了他的，牵动了他的情感。所以我们这种压抑，你转移，你在社会里没有得到所谓你自己可以消化站得出来的，把自己活出来的样子，然后你会情感投注在某一个人身上，你是被黏着的那个人，或是你黏到别人，来生来世强到某一个程度是会实现的哦，是会。学佛这一点来讲，你绝对不会证道，因为自我障碍。一个真正能消化出来的人，纵使你生命过程历练过非常多的伤害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能够放空。你要知道那个因缘法，缘生而有，缘灭而无，过了。有佛法就是一定要正确的使用它，那个已经过了，你不要障自己的道，你不要自我障碍，到起跟别人结构起来，那内心一直把那个人绑着在那里，已经造了因哦，以后的果他是会现前的。所以不能够由他人来处理这个事，而是要自己先处理自己。我不要压抑，那我也不能产生伤害别人的那种报仇的幻觉。那我也不能断灭。我们在讲说负面的情绪啊，如果说你今天要抢银行，那当然你要压抑掉这个贪欲啊。那如果说人与人中间，像我们前几堂课有谈到学佛的时候，如果正知见现前，你知道这是不对的，生口意是不对的，所以你要消化你的嗔恚的时候，会暂时有一个压抑现象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这个正常是压抑，单单面对你起的嗔，就是你起的嗔的这一个东西，
并不是压抑这个嗔来产生对立的一个人。这样听懂吗？如果你知道这个行为不对，这个冲突不对，自己有不对，而你产生的压抑变成人跟你的对立，那就是强化压抑产生愤怒，那是不对的。那如果说我们认为社会地位比较差，所以我不被尊重，有一些老阿嬷，以前的年代就是男尊女卑嘛，男尊女卑在过去的年代还有所谓不一定是一夫一妻制啊，对不对？那这种情形它都会有大房小房的这个身份上面的确认问题嘛，这些情形都会有一些不良的情节，它会压抑啊，那没跟人知啦，咱就较安怎较安怎。这时候呢，孩子被压抑的孩子，他以后有两个极端，他就会鄙夷母亲，然后他会痛恨父亲，两个都没有好处。我们就看过这种，他孩子一直被妈妈压，咱就是老几，爸爸不会常来啦，你唔通怪伊啦。啊，咱就较无钱，咱就请较歹，不要紧。但是他心里都是想要去跟那大房的哥哥跟姐姐比呀、啊，他不会就此罢休的、啊。所以他是用压他的，造成这个小孩子他产生，他觉得妈妈你都没有为我们争取，你今天之所以当小的，那是你自己的错，不应该就是我们的错。然后他觉得他的爸爸是不公平的，是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产生他愤世嫉俗。愤世嫉俗，然后以后的人格也是缺损的。那如果说我们给正确的办法来告诉他这是因缘，那我们知足就好，其实我们已经很好了。你要去把你的现况去接受它，正面的接受它。你正面去接受这些条件，这些所谓组织来讲，会让你的心中很平静的安分守己，低就就好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压抑，那内心排斥对方，那更最后想要否认自己，这种情形产生自杀的幻觉，就会产生要断灭。有些时候人很恐怖哦，自杀是为了处罚对方，是游戏的，它是一种游戏，他不是真的想自杀，他只是想处罚对方，因为他这个时候感觉到受伤，那我用我消灭我自己。他如果是真的我很痛心，我想消灭我自己，我要完成，我不想跟你接触，那么我离开就好了嘛。正确的做法就是离开，但是我不选择离开，我选择死亡来处罚你，让你一辈子难过。这个会造成后面的很多复杂的因果。你来生来世呢，你难保故事不重演哦。而且你死亡之后，你要面对自己的难堪呢。死亡不是一笔勾销呢，不是呢。你再也没有机会了，你没有机会修复。对不对？所以像这些东西，如果有产生这样的话，你一定要用健康的态度正面去面对它。如果你已经压抑而造成忧郁的情形，不要再自怜自爱了，因为那是你想法的偏差啦。到底像熊可怜呢、啊？到底谁最可怜呢、啊？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蛮可怜的啦，对不对？那要学佛多年的时候才觉得自己真的有福报，一点都不可怜呢。我们现在提出的这些是世间法，也就是世间所有的现象。修行如果你不处理这些，你永远都不会开悟啦，什么叫做空？
你怎么空得掉？你要不就是压抑，要不就是对抗，要不就是自我消灭，要不就是消灭对方，安尼念啊。要不就是远离，远离呢，可是心中却有个东西在，吞梅瑞，梗在喉咙，他就是一定会在现前的，修行都在处理这个。如果你有这个问题，你确实要修。记得，你不修的话是自我障碍。你不用说他人怎么样，因为都在这个指向都指自己嘛。你都不用管他人，你自我障碍，你不会正道。你跟他人结构，来生还要有因果来决定。所以你让因果没完没了。要不要修？要啊。世尊讲齁，如果我们有些负面的不正确的，他说要弃五盖，就是要摒弃什么？这是天台宗二十五方便里面啊，五颗里面的第三颗，他讲要摒弃贪欲、嗔恚、睡眠、吊悔跟疑五种。修行到某一个稳定的程度，你都可以看到贪，你也可以看到嗔，然后睡眠，睡眠不是醒着就是叫醒着吗？有的是做白日梦嘛，有的是醒着也是胡思乱想，它是没有作用的，它不是觉醒的状态。那我们说贪，贪大家知道吗？会思念五欲色身相味触，会思念，记得会思念，这叫贪，这样比较容易解释啊。你说我现在肚子饿，我想要吃饭，我想要吃饭，这个是一个机体反应，你想要吃饭，吃饭吃来让你离这个饥饿，而能够借假修真继续活下去，这个是正常的哦。但是你会思念哪一顿饭，哪一道菜，哪一个什么，哪一个口感，是不是叫思念？这个叫贪，这样会分的、啊、很容易分哦。以后不要说我这样起心动念对吗？我肚子饿想要吃饭对吗？不要问这种傻事啊。你肚子饿就是肚子饿，身体说我地水火风不足，你需要给我补足，安尼啊，就这么简单。但是我思念番茄炒蛋加牛排，嘿嘿，这叫贪。这样会分，所有的都是这样子。那如果说我因为思念然后心生罪祸，最麻醉的罪就是啊，陶醉在里面，他怎么没有，我好可怜哦，然后又搅在一起，那就愚痴的贪啊，贪到不可说不可说。对不对？嗔恚起来的时候，怨情啊，怨恨的情节，嗔恚啊起来，怨恨情节，心热气出，心热来，心中来泡泡菜啊，心窟窿来修起来啊、哦，愤怒相续，那念头一直转，一直转，贪跟嗔都是自说自话。我跟你讲，谁在替你说话？嗔恚也是自说自话呢。怨恨的情节，故事一直转，一直转，一直转，心热气出，那刹那之间就可以凉下来。你知道实相的话，这是一念之间呢、啊。然后睡眠起的时候，心神昏沉，六识暗色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识，它完全不发生作用。这个是在讲说它没有行为能力的意思啊，让人家啊，让这个使人忘失禅定跟正念，
这个就是睡眠。这个地方要修啊，压抑跟产生精神上的幻觉，主要就是在讲吊跟毁。吊毁盖起的时候，内心啊，比如说我现在情绪掉下去了，我现在情绪低落，你被骂了，有一件事情怎么样？你情绪掉落下去的时候，你就开始一直在想杂起，混乱的就会在想，那个人好像很不喜欢我哎。那这件事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错啊，他也太小题大做了吧，假狼告告，哎，这种人啊，真是没有修养哎。骂别人修养好，没修养好像自己很有修养。其实这个叫做什么？变圆诸法。你所有掉下去就被指责啊等等这件事情上面，变圆诸法，你在所有里面发生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里面，都慢慢的巡视，慢慢内心一直在纠结评判啊，然后呢自己呢起心躁动，这个心就一直在那浮动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如果自己有做错事，又怕别人揭发，心中会觉得自己会不名誉的事情发生，怕毁自，别人毁谤你，说你不好，所以内心就很忧恼，不是别人不对嘛，就自己就是觉得比较，台语说见更小，就是懊悔没面子，像这些呢会覆盖禅定功夫不得开发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平静，你没有办法把自己拉回来，进入了情绪风暴，低落的情绪中。所以这种 瞬间能转出来的人，你要说修行啊，在分秒间啊，你要能转得出来，错就错嘛，该道歉就该道歉，该忏悔就改，承认错并没有什么，并没有什么羞耻的，他并没有什么羞耻，但错就是错嘛。那有的人就是在这上面呢、啊，变圆诸法，其心躁动，你不可能成就的啦，不可能成就。所以我们这个悔啊，掉悔啊，悔就是害怕自己有错，怕别人揭发，掉的话就情绪被怎么样，然后情绪落在某一种状态出不来，然后一直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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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他三年前五年前啊怎么样，他对你的点点滴滴啊，跟这件事情所有一切都来悔恨，让自己不平静，这样是很糟糕的。很多人信心不足都会落在这个吊悔里面。那吊悔我们如果说成魔啊，就是自是他非嘛。但是还有一种魔啊，叫悲慢啊，太过自卑，不能走出来，不能落落大方。能够承认自己这上面是有错的，有的人只是想要某一种所谓自己要的那种自己的自我认同，其实每个人的条件是不一样，有的人很会煮饭，有的人很会种菜，那有的人很会打扫，有的人可能很会饭备，那有的人可能很会怎么样，各个专长是不同，那有的人没有办法比的，人要各定位啊，那把自己发展的最好，这样就好了，没有的比，也不要比，也不用觉得不行，这上面同学要慢慢去懂。那如果说我们疑啊，我们这里面的情感里面都有加上一个疑，对不对？如果说我今天受到了一些认为不公平，然后你会内心产生排斥，
压抑，然后排斥对方，或是排斥自己，这里面都有产生怀疑。你会觉得别人是讨厌你的，或是这件事没有看清楚，不理性的等等的这些。所以世尊在讲疑的处理法，他有讲，他说我们一般会怀疑都是疑自自己，疑自疑师跟疑法三个东西。怀疑自己，我非道器，说我是不能修的。那这种疑的话，要提起正念，提起正念，要告诉自己，你今天能听经闻法呀，你今天能听经闻法，而且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清净智慧德性德相，你有佛性，所以呢，我不应该再起疑了。你绝对要给自己充足的正念信心。那疑失是最麻烦的啦，疑失就是觉得只要有一点点一点点，你就开始疑惑这个师戒德不够，这个师智慧不深，这个师呢禅定功夫不好，那我来尊他为师，我来恭敬奉养，我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啊。所以这个疑师的人呢，他找不到菩萨，找不到佛，因为佛只是在想象中的存在，他心中永远不干净，他没有办法接受指导。所以这个疑师的这个部分，要自己真的去看到说，我自己没有办法成就，所以我要让这些圣哲或是有经验的善知识来教导我。我最主要是来求法的，而不是来取人，依法不依人。我今天是来求这个办法，了解这个佛法。那这个他个人的这些东西，并不是我要依止的。当然佛在的时候是依法又依人的。所以如果说我们遗失的这种状态，你心中不可能接受任何的指导。所以你要听闻正法的时候，你可以用三法印四法印去做检核嘛。那至于行为的部分来讲，你要知道他错误的视线，错误的方向，你知道那是非不对，你就不呼应嘛。你不呼应，你不去做是合理的，世尊没有说这不合理的。如果你哪个师父说，我现在欠寺院欠钱，你去求一个回啊，你可以不做呢，你可以不做，说我们现在很缺钱，你用你的名义去买乐透，那你要给佛祖讲哦，你若丢丢都是神爷哦，你可以不做。就是如果这个师叫你做的所有不如法如律的，你可以婉拒，你可以不做。但你心中呢？你心中对于他所说法的时候的这个法，因为他是在介绍世尊的法，介绍宇宙人生的道理，你要听进去的这一块，你要照单全收。如果他是标榜他个人的知见，那么这个东西你可以保留，这样在末法的时候你才可以找到佛法。那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各方面都兼具圆满的师，那本来就很不容易。当时世尊他在的时候，他自己的眷属提婆达多就不认为他是个好老师，自己的车夫啊叫车逆，世尊他夜出皇宫嘛，他要去修行去了，那世尊就把自己的这个衣服啊这些珠宝啊等等就是给这个车逆。那这个车逆看着世尊就是悉达多太子，
的背影啊，他离开了嘛，深夜天快亮的时候，这个车尼就在那边哭，他就哭在心里想说，王子，悉达多太子，他说，王子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，你也对我很好，那你今天要去修行去了，我要这个回去的话，这净饭王啊打死我了，啊，你把王子安尼顾甲，互伊走去安尼，吼，啊，佮甲载去遐，互伊去苦行林去，去跟婆罗门学习。然后他心里想着啊，我也要去出家啦，等等等等这种想法。但后来他还是回皇宫，回皇宫呢，世尊后来证悟了嘛，后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，他就回皇宫。回皇宫的时候，这车尼看得好高兴哦。当时那阿妈吼，就是我吼，就是我给世尊吼送他出城去的。他去修行，结果现在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陀，度化这么多的众生，我也要出家。这个车尼呢，就跟着世尊去出家。出家之后，习气太败，他在僧团里面造成很多的问题，恶口。习气很重，所以在他就成为六群比丘里面的一个。六比丘就是二比丘啦，凡事都唱反调。世尊说啥？骗笑的，干嘛安呢？举例啦，世尊规定什么？哈严格，不合理，什么都是唱反调，这车逆啊！自己这么亲信的哦，而且当时发愿。当时是不是很清净？之后呢？一样，他不认为世尊是师哦，他不认为哦。这六群比丘啊，这六恶比丘啊，这个车尼其中是很坏的，很坏到世尊哦，入涅槃之前，这个车尼还是在这个僧团里面造成很多很多的纷争啊。那阿难就问世尊说：“世尊。”那你圆寂之后，你入涅槃之后，僧团里面其中叫你恶极的呀，叫你恶极的六恶比丘啊，车逆啊，我们怎么办呢？世尊公吼，莫病之。世尊就讲，像这么坏的人啊，品格都不改的人，你都不要跟他讲话，都不理他，把他当成空气。这个时候车尼还没有完全改哦，然后阿难后来就协调，他的协调所有僧团里面的僧众都不可以跟车尼来往，反正也不跟他讲话，也不应他，也不搭理他，这个车尼才发现他孤独了，没有人搭理他，他才发现他的言行举止确实有问题，因为他就是违背了戒律的里面的规定太多了，所以这个时候他才改过来。所以一个人呢，要改要多久的时间？不知道。后来这个车尼真的痛改前非，在他结束这个断身啊之前，就是他应该要讲什么？往生之前、入灭之前，证阿罗汉果，重点是在这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说我们任何一个人、对处理任何的这个事情，他没有一个正确的办法，这个师他移这个师到这个师都不在了，他移世尊哦，车逆哦，自己的车夫啊，移自己的师父哦，一直到世尊入灭，他还是移，他抗拒这个法。如果他移师又移这个法，那可能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所以世尊讲移字，刚刚有讲移师，还有移法。如果移法的时候，要自己想，我啊，法眼未开。是非莫辨，我是非是看不懂的嘛，所以我只是凭着信仰，我只是凭着信仰而已哦，
今天佛法如海，佛法如海，我唯信能入，我真的要信，清净的信，清净的信这个法，我接受它，然后我要照这样来修持，这样你最后才能起禅定、正念而正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佛经不可以随便篡改啊？我们不可以随便篡改。很多古大德注释这个佛经啊，你明代的哪个大德跟宋代哪个大德跟隋唐的哪个大德注释经典啊，它会有一个历史的思考模式，还有一个历史的语言模式，还有一个现况，当时现况的社会现象。所以他在注释这些经典的时候，你都可以一并拿来参考，但是不要离开世尊所要所说法的中心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器五盖里面呢，今天讲到这个器五盖，你要真的看得懂自己，也不要让自己的情绪掉到一种情绪的风暴里面，也不要让自己高张的邪慢。凡事、人、事物，自己学佛的路上，要把这个真实的道理找到，对自己不要妄自菲薄，对于所谓佛法的存在，你还是要很欣慰啦。我们毕竟现在还有佛经嘛，对不对？要听经闻法，要懂得分辨，才不会邪人听邪法相应嘛，相牵入火坑。那对于遗失这个部分，你要有正确的概念。每一个人他的时间在哪个点才破除，不知道哦。刚刚讲车溺，对不对？世尊不在，他才破除的哦。他才破除的哦，他不是一下世尊已经骂他千百次他也不改啊，而且世尊开金口骂的呢，对不对？世尊光骂阿那律啊，骂一次阿那律就得天眼了，那很好尬死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就顽皮的呢，可是两个都是正阿罗汉果，一个在前一个在后，中间呢造作万端，以后自己还要承受果报啊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自成立以来，护持佛法不遗余力，为法轮常转正法久住，敬邀社会大德发心赞助弘法经费。若蒙捐助善款，请汇邮政划拨账户，账号2271880722718807，户名财团法人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。严禁菩提教育基金会敬邀您护持弘法，共转法轮。阿弥陀佛。